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赞美之泉今年扩大举办了儿童创意敬拜营会，从舞蹈、戏剧、绘画、敬拜各个领域来发掘小朋友的创意，修复他们的自我价值。In this camp, what I'm hoping the kids can get more than anything is that they encounter God as real. And this time, they actually heard from God every day. They receive something from the Lord. I also want them to know that their identity first is worshipper.其实整个营会都很强调就是天父的爱，因为看到很多小孩他们好像被贴了很多标签，或是别人有很多伤害他的话，那我们就是在这些课程中告诉他们说，天父不是这样想他的，天父怎么样想他比别人怎么样想他重要许多。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从营会到音乐会，赞美之泉的服事生命充满了喜乐与合一，每一场聚会都让现场每个人的脸庞露出幸福的笑容。我要跳跳跳，在你光里穿行着，跳跳跳，走出黑暗的自由。很难得有一个特会是小朋友可以跟大人一起在敬拜，然后我觉得我每次看到我女儿在唱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她好像反而很单纯的可以相信上帝，然后我觉得那样子的神情和那样子的经验就是很激励我。透过赞美之泉的诗歌与敬拜，让现场的大人小孩一同回到起初，与神同行，那既单纯又美好的关系。